大哥，再来一个，给你买瓜子儿。大哥，真的？哎，真的啊！快快来，快来啊！来了，唱啊！大哥，真的，真的呀！哎呦，干哈呀，柱子哥？操你妈！给白傻子买瓜子去！逗傻子玩呢？人家本来就傻，你还他妈逗人家？那傻子不就是让人逗的吗？我操你妈！傻子不是人呐，傻子不是爹妈养的，傻子活该他妈让你逗啊！哥，我错了，我买瓜子去啊。什么他妈玩意儿啊？啊？抠皮子、挂马子、追疯子、操傻子，还他妈有你们干不出来的吗？谁要是再欺负白傻子，讲话了，全鸡巴给你们剁了！滚犊子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用你扶我，哥，干啥来了？刘哥，潘大庆跑了。我以为多大事儿呢，一个娘们跑了，你再找一个不就得了吗？不是你这脑袋又搁哪儿整的？开旅馆打的，姓申。这他妈怂子，走。你没人扶我。谁他妈姓申，给我出来！谁找的申爷呢？啊，你申爷在这儿呢。姓申的，你他妈凭啥拿我钱？他们到我店里闹事儿，就该打。住你店里边那小子，把我兄弟女朋友给拐跑了。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。但是只要进了我的店，就是我的客人，我就得对他的安全负责。不是你挺他妈拽呀、啊！哎，老大爷，我请你呀，说话干净点儿。哎，你想，明儿个我带人到您家打架去，您乐意吗？不，那我他妈当然不乐意了。哎。关键是姓潘的，他凭啥跟人家对象啊？他就他妈该打。打可以，您瞧见那大门没有？只他走出去一步，您随便打。但只要他迈进这大门一步，谁要想闹事儿，门都没有。好，这事算他妈你有理。那你把我四个兄弟都打医院去了，这事咋算呢？他们在这闹事就该打。下回来我还他妈打！你小子挺牛逼呀、啊！我习惯了。你他妈还算是条汉子！我走了啊！姓潘的小子啥钱从你这出来，你告诉我一声。我叫刘海柱，就搁那十四中门口修自行车，我非他妈弄死他！